妈，别乱动。我怎么了？你这孩子啊，真是的，平时爬爬墙就算了，这回还上天了。那张琪也是，怎么把你弄上飞机了？还好没出什么事儿。不过呀，你中暑了，观察一下啊，2小时之后才能出院。嗯，那是我自己要上飞机的，不怪人家。来，喝点水。怎么了？我爸呢？他没生气吧？怎么没生气呀？他气死了。为什么呀？什么为什么？当时那么多的记者，张家那孩子就一路抱着你。小姑奶奶，你可还是没嫁人呢，你知道吗？我不听。王爱达，躺好了，被子拿下来，躺好了。那女孩子家像什么样子？你给我解释解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完了完了完了！这下全城的人都看见了，这。要不然，借这个机会，把你俩婚事办了吧。不行。哎呦，你们俩这回怎么一条心了？不吵了。你女儿还没出阁呢。爸爸都说不行了，那自然是不行。那肯定是不行嘛。这飞行员太危险了，仗还没打呢，飞机先掉下来了。你女儿本身就是个任性的，那个张姐啊，看起来也是一个听不进劝的，这今后俩人过不到一块儿去。这桩婚事啊，我去跟步春兄说，就取消算了。大不了啊，我女儿嫁不出去，我养一辈子。爸，你这样，我能吃能算，以后我养你。坐下，躺下。别跳，别跳，别跳，快点，躺下，快。每次你都说我宠孩子们，你看他这一胡闹，都是你惯的。啊，对了，还有这个玩意儿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孟海棠，你得给我好好反省反省。这是我用甲骨文写的自由宣言。3000多年前，武定王的王后父子都当上中国第一位女性将军了，可是我呢？不能选择自己的学业，还不能当一个历史学家。你给我闭嘴吧！我没时间听你这聒噪，我学校还有好多事儿呢。你啊，给我躺在这儿好好反省。这儿呢。这下嫁不出去了，随你的愿了吧。哎，这手帕谁的呀？我的，我记得你没这个呀。我有，你忘记了。先生，孙先生。上我的课，你们得学会动脑筋，得认真听讲。本事不小啊，上我的课敢卖单，不想活了你。咱们今天学一个新的方程，张琪，来来，你本事不是大吗？你上来先，上来。写不好，我罚你去拍西山。张琪写完了。哼，
本事果真是越来越大了啊！不错，我现在是教不了你了。同学们，恭喜张启吧，我已经给英国剑桥大学写了信，让他到我的导师鲁瑟夫。 名下去深造，得意了吧？嗯。我不念，走，破山，不要见他，走啊，破山！撒开！不信，我念，你撒开！破山，听哥话，走。我不念。破山，别喊，别喊，喊什么？ 哎，让你去找你师娘，你怎么这么多日子？来来，不是，你怎么回事？怎么穿成这个样？怎么了？啊？出什么事了？你师娘呢？父亲，我在海南城遇到了日本地基轰炸，着的增加的时候。 家里的房子都塌了，人呢？人呢？人，俺娘、姥姥还有姥爷都死了，要不是俺哥把俺从土里刨出来，俺也死了。一家只有你，一辈子不回家。 连根汗毛都没上着，这下你高兴了吗？不是，俺娘死了。回山，曾先生，怎么了，队长？做梦了？啊，梦到我老师了。来，好吧。 大哥，我还得再进城一趟。是非的事是成了，但是招妃起事进府华的事情，穆秘书长那儿还没准。你的意思是？不知道曾先生他。 老林，嗯，这枚印章有些特别，怎么了？是你的名章？啊？啊，果然，靳教授之前说过，要帮我刻一方名章，用在字画收藏上面。他可能是做完了，还没来得及给我。不对呀，名号章应该是两方配合，一方刻姓。 另一方刻名，可是我刚才找了，只看到这一枚。你在哪里发现的？哦，在那儿。这本书好奇怪啊！你看，这都是。 历代的经济政论书，怎么会出现了一本歌群四样法？还真是。你看，这有折痕，鸽子所用食料常见为小麦、荞麦、高粱、玉米、绿豆、豌豆等，需至少两种混合四味。等等，我想起一件事情。 金教授经常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鸽子最大的特点是，无论飞离家有多远，总能找到回家的路。”鸽子，你看，这猎熊顶走之前还给罐里加了食料。
哎，这儿。世子，你看。干啥？我看看熟没熟。小馋猫，我听我们家破山说你今天出大风头了，还进医院了，有事没啊？当然没事了，你看我这脸色是不是跟海棠花一样好的不行？我看你是疯的不行，都疯到天上去了。我跟你说，丫头，离那些飞行员远点，越远越好，啊？今天我在天上差点遇险的时候，心里最后一个愿望就是再吃一次伯伯做的馒头。你看灵不灵？这个做啥？我们也要。来来来，以茶代酒，庆祝我姐平安降落。没有香消玉殒。他怎么说话？本来就是嘛，你今天可真吓死我了。还有他们，你问问。就是啊，我这会儿心还砰砰砰砰的跳呢。幸好那个张队长的技术好。哎呀，我要能像他一样就好。华山哥，吃呀。曾伯伯每回给我们做馒头，其实就是为了让你开心。不爱吃他做的饭，心里不痛快。还不痛快？你来北平都快六年了吧？曾伯伯这么疼你，就别这么别扭着了。就是。来来来，玩个游戏吧。什么游戏？拔老将。谁输谁就得回答一个问题，不能说假话。来，来，三，二，一。哎。破山哥哥输了。问吧。破山，你以后想娶个什么样的媳妇？说呀。像我娘一样。你娘？你娘？你娘是什么样的？这第二个问题了。行行行，那赢家接着来。田英，来。我今天啊，问谁都一样。天英，你以后长大了想嫁个什么样的丈夫？要像念乔哥哥一样。羞羞脸。从小就黏着念乔哥哥，长大了还这么说。喜欢我哥，那得我答应啊。那你呢，孟海棠？轮到你说。我又没输，我为什么要说？海棠姐姐，我们都说了，就你没说，多没趣儿啊！就是，说吧。我以后要像陈代龙叔叔那样不结婚，谁要是逼我嫁人，我就剃头当尼姑。你当姑子，你才舍不得你那头发呢。而且你以后要是真遇到个你喜欢的呢，说说呗，说两句不掉肉。就是。好吧，好吧，我想想啊。我想想，以后我要是嫁人的话，我叫张琴。我以后要是嫁人的话，个子不能太高，最好还是要戴个眼镜，有学问。最好像林伯伯一样，博古通今，是个大学问家。你这有朵海棠花，这边也有一个。刚才不也是海棠落我身上了吗？说话也不能太轻浮。抓稳了，听我命令，立即俯身，抱紧小腿，头贴紧膝盖。立即。
我们不能太严格，然后最要紧的是不能是军人。 如果自由电子处于正能状态，那不就永动机了吗？所以狄拉克这还是存在的，正是。 先生，我来看您了。滚！我不认识你，我不要见你，你走，你走，我不要见你。先生。 你大白天干嘛一副见鬼的表情？看谁呢？没有啊，刚刚有只猫跑过去了。吃冰棍吧，我去买冰棍。我也要。先生，真不碍事儿吧？哎呀，去去去去，我不想见你。哎，真没劲。嗯。 真是倒霉！我知道，我让先生失望了。这6年来，我写给先生的信，你一封都没回。其实我今天是当面跟先生道歉，替您骂他。学生很怀念先生骂人的样子。我没空骂你，你写的信，就烧了，都点火，点火烧了。 我知道，原本先生对我寄予厚望，是我辜负了您。没有智慧一身，就报考了军校。曾先生，这什么呀？什么东西啊？张鑫，你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啊，不听！ 我就是不明白啊，这个十九路军呐，淞沪停战协定啊，就没你不行吗？你就是个学生，不至于你学习啊？你脑子那么热，说跑就跑了？你以为只有我枪杆子那才叫打仗吗？哼，这么说，我写的信先生都看过了。我看，对啊，我不看我怎么骂你？ 你要么就坐下，要么就出去，你不要站在这儿跟个棍子一样，让我很仰视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。我问你，你既然是啊，有了入世的决心，你干嘛非要来找我这个不关世事的人呢？啊，你有什么事儿啊？实不相瞒。 这次来看您，确实有件事十分为难，想请先生帮忙。什么事儿？说。我有一公务，替中央航校在赴华招飞行学员。之前我问过周校长和孟先生，他们都不支持。我想请先生帮我。啊。
杀了。冲了军不动脑子，全都傻没了。大学是做学问的地方，肩负着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文脉的传承。那周校长跟孟先生他们有自己的原则，怎么，我很另类吗？啊，哼，跑我这儿来侍奉来了，真是岂有此理！我告诉你啊，第一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学生；第二，我教的学生，他们都是未来物理学界的栋梁，理应在另一片战场上起到更大的作用，同样能兴邦救国。嗯，第三，也没有第三。啊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！你穿着，我不愿意看你。先生，你穿上这身军装，我不愿意看你。去！我不是你先生，去走。先生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学生。你一个当兵的，你说跑到我这儿来干什么？走吧！哎，哦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！先生，快走吧，走吧！先生，我哎，我是你啊？没事。不过你们怎么了？你什么事？我给你送冰棍。不吃！哎，先生！宝宝，蠢货！还是那么蠢，你就不知道疼吗？啊！还是那么倔，还是那么不知道珍惜自己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气死我！先生，张起从军，念桥从军，都是为了报先生的恩。民国21年1月8日，念桥把破山带回北平。也带回了曾家家人遇难的消息。那日之后，先生卧床半个月都起不了身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想说什么？国家被践踏，亲人被屠戮，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？先生，就让我保护你跟破山。也让那些有志护国的青年走出校园吧。说的跟唱歌一样。我不会唱歌，你以为我就不懂音乐吗？哼！行了，咱俩这个事儿。就扯平了，不说了。至于那个赵飞起事嘛，老规矩，把你在学校没挨完的罚完了再说。还记得吗？棚内拍摄西山夜景，我还没拍出来过。那你就去拍吧，拍完了再说新要求。那一言为定啊。富华后山的观云亭是拍摄西山全景的最佳之地。今天来不及了，明天日落我去观云亭拍。那我就当着你的大作。那先生，张起告辞。去吧。多谢。这个臭小子，这太阳。怎么样？有什么发现吗？你看这个，
这两个是我的字，木柏。这个字确定是雨，木柏下面这个字应该是淡。但是奇怪的是，淡这个字多了三条划痕。好像是刻错了，但又像是故意而为之。我一直在看，我倒是想到了三个字，不知道你会怎么想。兴率心。对，兴率心。金兄，你看这五点甲上面有三条划痕，有朱砂标志。这三条划痕我跟懒山仔细地研究过很多遍，它应该代表的是三个字，兴率心。中国的历史和天文是结为一体的，这兴率心三个字儿，求解。他的意思是众星西行。这张甲片不仅仅是占卜用的，它也记录了殷商武丁王朝时期一场很大的流星雨，一种天体现象。藏在这个武丁甲里的千年秘密，要说这个世界上现在还有谁能解开，只有你林文月了。目前流传于世的新闻和照片只有武丁甲的文字篇，它的另一面有兴率心三个字，是只有金教授咱们三个人才知道的秘密。对，可见金教授是想告诉我们些什么。金教授想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意思是木柏请到淡找武丁甲。但是只需着东升阳光初始，那指的应该是一个方位。雨，金教授他养鸽子，莫非是说他养了鸽子？可是鸽棚里没有鸽子。是啊，奇怪，鸽子去了哪儿呢？干嘛呢？今天天儿不错哈，给。没事说天气，怀疑你有鬼。我能有什么鬼？这几天总能听见南面枪响，你说这是不是要打仗？打不打不知道，不过这个暑假宁波本来要带我去安阳小屯接着下坑的，结果十一所发掘全停了，坑也封了。听说是为了避免文物流失。还有上个月29号，那个日本学者的考古发布会，也推迟到明天了。哎，你觉得弃学去当兵好不好？你不会和父亲一个说法吧？父亲是父亲，我是我。这么说你是支持我去当兵了？男儿就该担当使命，祖父和父亲，他们天生就是要做教育的。而我天生就该去当兵救国。行啦，知道我弟是个男子汉了。想不想去西山看日落？今天天气还不错。嗯，忽然说天儿，肯定有鬼呀、啊、你。富华后山那个观云亭是整个西山看日落最好的地方。哎，你去不去嘛？现在，那就从破山哥跟前一起，行不？走啊！啊！哎呦！慢点啊！我们先到这里休息一会儿。西山可是燕京八景之一。西山晴雪，可惜啊，现在是夏天。不是说来牺牲了吗？
来，先陪我喝一杯。哎，孟海棠，今天有点奇怪呀，平时那么爱玩，今天怎么这么蔫儿？难道是病了吗？哎呀，我只是不爱爬山。你不是你吵着非要大下午的来爬山吗？就是，我还说呢，有什么玩啊？是马上天黑下来下山都难，还带着个小累赘。小累赘呢？浅英，浅英，林浅英，浅英，怎么办啊？怎么回去跟林伯交代？先别急啊，我小时候在山里面长大，肯定能找到他。小累赘来的时候说要上山，是不是上山去了？这上山好几条路，这样找得找到几时啊？这样吧，咱们兵分两路，海棠一人不行，他跟着你，我去那边找。行。不行，有三条路，咱们一人一条，快一点。你一个人能行吗？走吧，别废话了。走吧，走吧。你说你们来找这个小妹妹，可是为什么你姐这么久还没上来？你们两个男孩子怎么能让她一个人走呢？海棠姐姐肯定是迷路了。有没有人啊？是我姐，海棠。有没有人？海晨，浅英，你们在原地待着，我去救她。姐，你别怕啊，有人来救你了。别动了。今天谢谢你啊。谢倒不用了，我只希望下次见你啊，别费那么大劲儿就好。哦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弟弟孟海晨，这是曾破山，这是浅音，这位是笕桥中央航校的教官张琪。啊，张教官，昨天我们去看你试飞了，真是德遂凌云志，展翼欲冲天。原来你就是我姐的。你远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是说，原来她就是那天和你在天上同生共死的人。闭嘴！你们为什么到山上来？这路陡，不安全。是孟海棠说要来看西山日落。不是，不是我。对了，孟小姐，报纸上的事情我可以澄清。你不用放在心上，我是不会答应封建婚约的，你也不会吧？是。那个，大家一起喝一杯吧，帮我做个见证。我打算从军了。真的？破山，一起去29军学兵团吧。张队长，我想考你们笕桥中央航校，我要去当飞行员。我就是来招飞的。那我也要报考解放。解什么夫啊？再说了，你高中还没毕业呢，爸肯定不同意。别拿爸压我，他不同意的事儿你也没少做吧。海晨，你多大？17，不过马上就18了。你为什么想当兵？乱世出英雄，我想当英雄。鸽子！哦，你们看，有一只鸽子。哎，这不是金伯伯家的吗？
你怎么知道？他不是老飞我们家来吗？他的钩环不一样，你看，上面有一个小羽毛。孟小姐，你说的这个金伯伯可是金志烈教授？对啊，金伯伯住在云居胡同100号，不过呢，他平时不太爱跟我们说话，也不爱跟我们玩。来，大家一起喝一杯吧。这可是曾伯伯珍藏了多年的同仁堂绿茵陈，平时懒山小厨聚会的时候啊，都不舍得拿出来呢。望着大好河山，喝着好酒，不行个酒令，掰个把子什么的，都对不住这好酒了。此处凭栏，无论诗词歌赋，都必须带有凭栏之意。我先来。怒发冲冠凭栏处，潇潇雨歇，我孟海棠愿与各位以身相知。好，好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到我了。凭栏是木旧山川，叠叠峰峦带晓烟。林浅音愿与各位哥哥姐姐们相知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我来一个。且上高楼望，相共凭栏看月升。我曾破山，愿以张教官为楷模。以身许国，愿为国死。哎，好好好，到我了啊！把乌钩看了，栏杆拍遍无人会，登临意。我孟海辰，愿与各位相知。凭栏是木旧山川，可这片山川，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。你不能跟浅音的一样，得自己想一个。凭栏一片，风云起，莫作神州，袖手人。覆巢之下焉有完卵，相共凭栏惊风云，莫作神州袖手人。这句没听说过，点出何处啊？这是出自三弟先生的《高官亭春望》，原句是“凭栏一片风云气，每作神州袖手人”。神州莽荡如此，断然不能凭栏袖手。我想，你改这两个字，大约便是这个意思吧。各位，今天我们既逢其会，戊戌年间有六君子舍身取义，今有沈君儒先生、李公朴先生救国图存，那咱们便结成凭栏五君子，怎么样？好。日后哪怕天各一方，也不要忘记今日莫作神州袖手人的誓言。哎，等一下，那我替我哥也结拜在内，算是凭栏六君子。那把我们大表哥也算上。对，我的偶像都要算在君子里。那行，算。来，天地为证。咱们结盟，凭栏七君子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怎么了？我看见金伯伯的鸽子了。在哪儿？在西山上。你怎么确定是金伯伯家的鸽子？因为金伯伯家的鸽子与众不同，它的腿上落了根羽毛，所以海棠姐姐一眼就认出来了。鸽子，还是鸽子。浅音，你回房睡觉去吧。走。嗯、去吧。以后不许回来那么晚，听见没有？鸽子。难怪我觉得栋梁三超重，有人利用仓底夹带私货，为了隐藏这箱赃物，还二次焊接，损伤到了邮箱。
他们是把刀架在我们脖子上，竟然敢用战斗机运走私品，而且这复兴式飞机刚到北平，就被人放了走私品。这帮土崽子，要是打仗有这么积极就好。这样，咱们把这箱作为证据，上交给北平航空防务，飞机暂时封存扣留，等调查结束再送去维修。是，我立刻安排送过去。后天，咱们按原计划，我到清河，把复兴号动两次，飞往杭州入库。好。风雨起，他静静想正义，正朝夕儿女情，泪别离问归期，无尽情，信念一腔热血，生与死魂一缕，赤诚与的花开满地。你看那铁汉钢枪怒举，出生比敌追上，不舍山河誓半寸，拼尽一生揽山回眸，念九州一腔热血，生